诸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太上感应篇课程在这几节课可以算呢，讲的都是最重要的德目，都是总持法门。也都是能够内圣进一步外望的学问。从正己化人之后的这些善行，也都是因为有了内圣，才能达到外望，才能真正能清明，能利益他人。这个佛门讲，自己不能度，而能度人者，无有是处。所以真正这几个德目，都是我们求其放心而已，就是把忘失的真心透过这些经教的落实，把它找回来，把它恢复，都是主境存诚的功夫。而上一次我们谈的莲光宗先生孝悌论这一篇呢，也是古代写的一篇论文，很值得我们去深入去学习，很可能给我们启发未来论文应该写些什么。惊天伟地谓之文，要写出千古文章，千古的论文。而这一篇孝悌论可以看出严先生他是贯通了大学、中庸、论语种种的教导，甚至是贯通儒释道的道统精髓。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，他真的是儒释道都掌握。那我们之前学习了一部分，从一开始就讲到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。那真的能把孝悌贯通，进而去落实，那可能整个道统都能掌握，都能一以贯之。所以这一篇论著我们虽然不能详细来讲解，但是我们整个每一段的主要要彰显的义理，我们一起来过一下。从一开始就了解孝是无边无际，孝是我们本有的，孝是我们成长过程的天性使然，而且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，感受到呢，跟父母、兄弟都是一体，不可分。这就是这种一体的感觉，就是与人相应了。万物一体，谓之人。
那因为随着身体的长大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假如没有很好的教育，很可能会延伸出很多的习染。所谓内有五始劫带来的烦恼，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外又有助缘，尤其这个时代，外在的诱惑特别厉害。狗不叫，性乃迁呢。甚至于是父母，他不懂怎么教孩子，因为父母也没学过啊。那有可能变成呢，增长孩子一些习气的增上缘。那这个就很遗憾了。所以现在人常说，小孩都被大人给玩坏了。所以当大人的要有责任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每一个人要扮演好自己的每个角色，都得要学习，都得要自我教育，不然不知道义啊，不知怎么尽好为人父母，甚至人生的这些角色啊。而且从小为起啊，成大就转剧了。看起来小小的比方我们闽南话讲的细汉掏板布，大汉你的掏坎牛，就是小时候会去摘人家的蔬果，没有制止，没有教育，长大了就牵人家的牛了。细坑无补，大坑你的干苦。我们物品有小破洞，像衣服，你不去补，它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大了，到时候要补就很困难了。所以人才之成呢，自儿童始啊。要成就一个人才，要从小教。师父上人说的，重视胎教出圣人，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出贤人。我们在看这一段文呢，就特别有感触了。三岁以后教啊，就比较不容易了。能教成君子啊，算不简单的。为什么《礼记》《学记》说，时过然后学，则勤苦而难成呢？过了那个黄金学习时段呢，要再学很辛苦。就像我们没有从小扎根呢，现在成年要修行要改习啊，很难。静于未发之未愈，他贪心没有起来，透过父母孝道，透过大家庭的教育，他这个自私自利就没有，都是道义，都是恩义。古代这样的人很多啊。现在不容易找，所以人都是教出来的，看怎么教。发然后静，他已经养成这个习性了，要去静止，汉格而不慎。
父母要教他，好像在跟他打仗一样。自己要对着自己习气，也真是打硬仗啊。所以《礼记》《学记》这些教导，其实也贯穿在这一篇《孝悌论》。我们得用心呢来体会，而且这整段文也提醒我们，父母教给孩子的对了，也会回报到自己身上；教错了，也会回报到自己身上，甚至于啊，会影响到社会。为什么结婚在古代是大事，非常隆重？因为不是两个人的事而已，是两个家族啊，是我们整个家族血脉传承的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。这个家族有没有好的后代，甚至于社会有没有人才，都跟婚姻有关呢。所以婚姻不是儿事啊，攸关一个家族的兴衰跟社会的安定与否啊。所以我们读了192页这些义理啊，可以感觉到老人家的智慧，洞察动乱的根源在家庭。那也可以感觉到人生总在遇缘不同，他遇到好的环境，古代20几岁就成佛做主的，像六祖慧能大师。所以人间这一生要真正有点成就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。我们真的要珍惜因缘，真的要时时啊多培植自己的善根福德。善根，多听经啊，增长善根啊，多力行断恶修善，力行利他的这些功德事啊，增长福德，而且要广结善缘啊，绝不跟人家结恶缘。那真的不跟人结恶缘，那得呀，懂得相处之道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，这是很重要啊。只记人家的恩德功劳，不记人家的不足，也不记这些不愉快摩擦，才能结善缘。我们是要去西方的人啊，要结西方缘，不能结恶缘，结恶缘铁定又要轮回了。我们可不能呢，把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的机缘给自己断送掉。任何人任何境界障碍不了我们，只有自己可以障碍自己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华严经讲世事无碍，怎么会有障碍？外面境界没有障碍。
障碍在我们的念头，有分别，有执着。舜王遇到的境界，忍辱仙人遇到的境界，那都不知道比我们难十倍百倍都不止，可是他们却成圣成佛啊，所以事情没有障碍，看我们怎么用心，怎么转念，这个重要。好像这一篇论文当中啊，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，分析清楚，我们有缘来学了，我们知缘、习缘、造缘，知福、习福、造福，让更多的人也透过我们明白孝悌之道。那这个就是利他的心在学习这些经教了。好，所以193页啊，中间讲到父子兄弟必有莫亏其为者，便不能欢欢喜喜浑然无事。这个就是提醒为人父母长者都有教育好下一代的责任，教育晚辈的本分，就应该好好去关心父慈好子弟，所谓护佛种性常死不绝，在无量寿经都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三字经也提醒我们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。当然我们要教育好子弟啊，甚至往后有机缘可以教育学生，基础都是建立在能教育好自己，因为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，无有是处。我们得真正走过修行，我们才能够护念别人来走。我们真正有行善，真正有去恶，我们在劝人行善，劝人去恶，人家心里欢喜接受啊，不然有可能适得其反。所以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是很合乎情理。那我们看到呢，这里讲到无我也，忍辱也，善下也，其实这个都是靠从小家庭养成的态度，他能忍，能谦退，能不自私，真的要出人才还得要恢复大家族的精神，才能达到对他人格的塑造啊。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，时代变化那么快，哪些是不变的原则呢？我们现在老人家强调要恢复以前大家族不容易，但是现在可以用团体来落实家文化，企业来落实家文化。以前的家文化是血缘关系，现在家文化道义恩义
就像我们不少同学，他也是因为从小父母就教他传统文化，引导他不能自私，要为佛法，为众生，他也才没有随着物欲啊、横流啊，才没有随波逐浪去了。今天我们才能共聚在汉学院，那等于父母他的胸怀也是广大的。我们跟师父上人，跟整个儒释道圣人都是一家人。儒释道圣人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，以这一份道义仁义，我们来培养子弟，然后来护念自己。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那我们也是孝顺儒释道的圣人，承传他们的精神来利益苍生。那这个194页就延伸到真的很好的来教育了，那恢复了这个孝悌啊，那这个孝悌会延伸到一切人，甚至延伸到不同的种族，甚至是异类，就畜生都能受感化。所以这一段呢，让我们想到中庸讲的意极蛮末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。那他怎么达到的？孝悌到了极处，就能产生这样的教化力量，医报随着正报转，孝悌之志啊，通于神明，光于世，为天下至诚，唯能尽其性。他透过孝道，他的本性显露啊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就感动人类，甚至是不同族群。能尽其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所以这里举了很多孝子，去感动这些很凶猛的野兽都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到195，作者进一步说啊，孟子讲了尧舜孝悌而已啊，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这些经教都是相通的，都是全修在信，就透过这些经句啊的落实，让我们恢复本性啊。所以真正的学问就是让我们明心见性。那我们抓到这个大方向了，对，恢复本性，怎么恢复呢？用孝悌就能恢复，用孝悌
就能找回王师的真心呢，是分不开的喽。而且什么时候用呢？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随时随地啊，保有这个孝悌的心。那从孝悌来下功夫，那这样就能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他能感同身受到一切人，甚至延伸到感同身受一切的有灵性的生命。那后来就提到啊，他提到天地一心，万物一心，就是人这个孝悌会一直可以发扬开来啊，从爱的原点一直延伸到万物一体。但是假如舍了孝悌，没有好好教他落实孝悌，那你没教他对的，他每天还在接触错的，那就会有果不教性乃迁的问题，会有习染的。所以这一段都是可能会染上的放心，就是我们说的妄心，烦恼习气就断了，染浊了。我们看到呢，教育啊，一定要抓住时机点，而且呢，也要用对方法。所以196页讲到了人，人心也，孝悌便是人根之第一透露，第一薄玉处，此处养的根活，便枝复叶冠，千花万朵，一齐俱生发了。这都是用比喻啊，让我们去感受。那从这一段文，就可以感觉到我们俗话常说的孝心开，百善皆开。刚刚那些习染不怕，只要能把孝悌的根扎下去，就能转变。所以这也是比喻啊，盖一处灵石，这中间文章说的连骨节都灵了，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呢，心神假如灵敏，好像整个身体都活起来了。那孝悌之于天地明物亦然，是以全身之神气，修养之丹头。我们修养自己最重要的部分，这个丹头是道家的词，其实就是内要外要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呢。所以它遣词用句儒释道都有，我们这个孝悌扎呢，就会再延伸到清明啊，延伸到人，延伸到万物。所以能从这个丹头入手，波凡成圣，
然后在须臾间呢，更无调理骨节功夫。所以你这个，我们说精气神，这个神一恢复了，就是好像全身就活起来了，不用一节一节去调了。故常谓之转意语曰：学问之道在哪呢？人而已矣。就是从人的慈悲心，所以慈悲为本呢，有这个本呢，所有的言行都离不开这个人心呢。但人之道啊，孝悌而已。所以仁爱的根在哪？在孝悌。所以只要这个孝能时时落实，贴贴合合，而无痕迹者，这个就是孝悌之心呢，不须臾离了。好，那下一段呢，又再进一步讲到很多啊犯上作乱的现象。可是这么严重的行为，它的问题点在哪？就像第四句中间说的，此抗拒傲慢的根苗，便是会挟持官长的，便是会追买报仇的，便是会不成孝惧的。就是这么严重的犯上作乱，起初啊，可能只是歇歇戾气，横在胸臆间，渐渐相触发起来，咽吐不下，于是抗拒父兄，傲慢长上。哇，那本来就只是这个脾气啊，慢慢慢慢，这个习气越发展越严重，才会搞出犯上作乱。所以《论语》第二句就讲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”所以治病要治未病，教育也是啊，敬于未发。好啊，难怪《了凡四训》讲到敬重尊长，怎么做呢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举凡年高、位高、德高、事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我们养成习惯，一看到年龄大的、位置高的、德行高、见识高，我们自然而然就恭敬谦退。在家而孝顺侍奉父母，从小就是这么做，是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就习惯成自然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面对长者都是谦虚卑下柔和啊，那就不可能抗拒父兄，傲慢长上。所以这个尧说尧舜丹朱曰：孝送可乎？而与之戒曰：吾若丹朱傲。就其送字，止于傲字。送会跟家里人吵，出了家门
会跟人吵、跟人冲突啊，就是一个傲慢。老人家说，傲慢是嗔恚的核心呢。所以只一个傲字，所以视轻而傲，必不能笑；视长而傲，必不能忠；自明而傲，必不能仁。只一傲字，便做成嫉恶不才之归啊！就到了这个成不了才，又都是啊，随顺恶业的行列去了，而不能解救。所以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交泰以失之啊！这个交之啊，泰就是放纵，所以交泰之人，抗高傲慢，贵己而贱人，视己而非人，自己而愚人。有什么心情，记名利病，念名疾苦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一个傲慢的心态一发展，到最后的行为就很可怕了。所以君子有大道啊，必忠信以得之啊。其实忠信也是从孝悌出来的。我们看一个孝字，忠，敬己之谓忠，而亲所好，力为具，尽心尽力为父母啊，那不就是忠的善也是从孝出来的吗？信，人首先守谁的信呢？父母命，行勿懒。父母命令我们答应了，不能拖拖拉拉，赶紧去做到，也是从孝来呀。所以《大学》一书，治其家以治平天下，都不外孝悌慈，则交泰之人分明是不孝不悌不慈也。然虽不孝不悌不慈，终比别人不同。故虽有志刚而不能不为亲者下，虽有自立而不能不为长者屈，此便是天性不可解的。其实这一段虽然点出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因为不孝不悌不慈，但是毕竟还是因为性乃迁，但是虽然染上习气，可是啊，不觉本无，还是可以去掉；本觉本有，还是可以恢复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自性还是清净，还是很纯的。只是现在有障碍要去掉，拨云就能见日。纵使是有习气，他的良知还在，他的佛性本性还是在呀。在哪里表现？虽然他习气那么重，在父母面前他会收敛一点，在长者面前他会委屈一点的。所以事关不孝之人，在人前亦自检视些些啊。若使之己作复利，他决定不安。跟父母亲在的时候，他自己坐着，父亲站着，他也会有点心不安。这就证明他还有天良啊。又如到他孝则喜，
道他不孝，则怒。虽然他不孝啊，你讲他孝，他高兴啊，因为孝跟性德相应啊。讲他不孝，他不高兴，此亦是人根未断处。此未断处啊，便是血性能入，便可容无感化。所以孝子悌弟啊，于其间一波便转，这善巧方便，抓住机会把他的本性唤醒，把他的孝悌根唤醒。这里具体啊举了春秋时期郑庄公跟他母亲闹翻了，讲了个狠话了，不到黄泉不相见。后来有孝子颍考叔，善巧方便，在君王赐给他东西啊，他不忍心吃啊。这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，他说要拿回去给妈妈，就让庄公啊幡然悔悟啊。再来子高，子高就是高才，他受父母的伤啊，结果居然流泪到流出血来啊。好，那这个守孝三年那种至孝啊表露无遗，而且三年都没有露齿孝啊。那他在尽孝啊，那何干承载政事，那跟县府他们在办这些为政的事好像没关呢。然却成人之凶死，就是因为啊子高而为之摧也，就是子高的孝让人的孝亲敬长的良知唤醒了。所以此其间不知所以感所以应，无形相处，好像没有直接连带关系啊。但是呢，那种无形的一种真心的相交感翻动肺腑，其实翻得动，更证明人之初性本善啊。哎呦，他又举例子，前辈师幼兄弟真田，应与严凤周次与及阐释，奉挥泪不止，又大感悟。这个事例啊，刚好在我们后面呢，正己化人的例子有说明啊，279页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就更能感触啊！这个真的孝子悌弟啊，做出榜样啊，这一波便转了。师左师右，兄弟俱为知府，哇，都是知府大人呢啊，都是知州。然后呢，自是家居啊，田产参差，有存此之系。就是兄弟也为了田产，产生了一些争吵、争夺，亲友不能处解，亲戚朋友好像调解不了啊。
那同一个义，西亭严公明凤，他同一个义的一位读书人呢，严凤，宿住校友，视兄如父。这个严凤，他以校友啊，让人很佩服，大家都很敬重他，因为他师兄啊，像父亲一样的恭敬，周续保爱，体恤关爱啊，非常的细致，无所不至。他偶然呢，跟师幼啊，师幼是弟弟，他们刚好一起渡船呢，同舟，欲及阐释，刚好谈到跟自己兄长因为这个田产的事啊闹纠纷呢。公频处谓曰，这个严凤啊听了之后皱着眉头啊就说了，哎呀，我的哥哥啊懦弱啊，无兄懦，无正苦之啊，我正苦恼，苦恼什么呢？使得如令兄之力量，假如我哥哥像你哥哥啊，可以尽夺吾田，可以把我的田产都拿过去啊，无父何忧，那我就不担忧了。其实他的心境就从来没有去跟兄弟分自分他，就希望自己的都能给兄长，因挥涕不已。可见这严凤是真正入了孝悌的真心呢。一谈到这个，自自然然流泪啊，那真心真诚感通了，又彻然感悟。这个师幼就很触动啊，他的良知，他也觉得自己不对了。然后呢，就邀请他一起呢，同治兄宅，跟着他一起到哥哥那里，且拜且泣啊。深自悔责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师幼也很有善根呢。他被严凤感动之后就很反省自己的不对呀，向哥哥跪下来流泪道歉呢。而左亦涕泣未解，那这个哥哥的良知也被唤醒了，然后呢，上来这个宽慰他，应该也是互相认错啊，那各欲以田相让，不止不争啊，互相让了，所以有爱终生，至今两性皆繁衍。人由乐谈其事，这个施家的后代，严家的后代都非常兴旺，孝悌传家。所以我们读这篇论文呢，也是理事圆融，谈了一个道理啊，都举具体的事，那就让人很能具体去感受，而且能有所领悟。接着说，大抵天地间有义气，有规矫，有算计，都会抵拒人。其实这个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越很刻意很有强势的
要去做什么，所以连做好事都不能僵持，都要放下控制，不然反而适得其反，无根无地无奈何不自知的，偏会感动人。所以无为而为者真啊，他发自内心，没有刻意，也没想说我好好哭一哭去感动人，他没这些念头啊，发自肺腑的言行自然感动人。根心者真，习机则假。所以这个真的能有孝行出来，必能拨动人的善根。所以后面两百页中间，故曰一家人一国新人，又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名从之，基正在此。一个人真做了都能感动他人，更何况是最上位的人，他来带头。君子之得风，小人之得草，草上之风必偃。所以天下风俗坏时啊，大抵自其子弟时先做坏了。人品兴素坏时，亦自子弟时先做坏了。稍有福利便容受不下，稍有才气便收敛不下。还是少成若天性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真的要引以为戒，护念好自己，护念好有缘的人，护念好子弟，护念好往后的有缘大众。所以这个不教啊，后面就很难转变。所以古来洒扫应对，奉基势力，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气，使之边相入围。我们看到为什么古代首先教洒扫应对进退，小学中治世书，没有先扎孝悌、扎做人的根，哪怕他懂得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可能之后还是变成危害社会的官员呢。所以天下有真教术，时有真人才，要正确的教学方法，才能出真正的人才啊。教术之端，自吕相始，到哪里找到正确的教学方法？在巷子里面，有私塾老师在教导啊，有大家族的人聘请来的这些有道德学问的私塾老师，他们懂这些方法。那现在很少人懂了，甚至得要做出效果，人家才相信。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说要办一条龙，就是要给人信心。现在用讲的，人家很难相信了，因为他看不到。
你得证明给他看。那我们读这个也相信了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啊，真的是最懂教育的。所以这里讲，如天子之子，始奏明谦，曰：君在则礼然，父在则礼然，长在则礼然。此是何等意思？天下不患无才干，而患无真性。不患不能为君父师，而患不能为家子弟也。哇，这段话讲得恳切啊。连天子教孩子都是要注重啊，长幼有序啊，长幼尊卑。你不能他是太子，他是皇帝的孩子，就可以傲慢，就可以放纵了。所以国君在，要守礼啊，要恭敬啊，父亲在，长辈在，都是这样。不这样培养啊，他的得力不住啊，他真心显不了啊。所以天底下呢，不忧患没有才干的人，忧患没有真正真性，就是真心真仁慈待人的人啊，不忧患呢，他不能为人君、为人父、为人师。忧患什么？他不能是一个好的子弟呀。所以知为人子才能可以为人父啊，知为人臣才可以为人君。那只要他能是一个好的子弟，那就不用担心他不能为人君父师啊。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啊，以子之道君之，在在通是可奉事可怜惜的意思。他是一个好儿子了，那他在为君的时候，那他就是能够去照顾怜惜天下的人，就像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。那这个他当皇帝了，看到所有的长辈、所有人的父母，他都恭敬了，他都为他们设想了，教以孝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；教以悌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。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爱敬敬于事亲，德教加于百姓啊。所以你看，爱敬敬于事亲，德教加于百姓，不就是以子之道君之，在在通事可奉事可怜惜啊。以悌之道君之，在在通事跟让判刑，让路的意思。他自己能以身作则了，那老百姓以他为榜样，那都会互相礼让啊，不争啊，都会孝顺父母，恭敬长辈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还举了舜王啊、大禹这些例子，
都是证明了医报随着政报转，为什么天下能安定？他们是政报啊，他们做得好，就转动天下人的善根。后面还举到啊，202页，举到武王之孝，这夏商周啊、尧舜这些圣王，其实都是因为自己做到孝，而让孝行于天下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就上下无怨。好，而且我们看到文王侍奉王祭很恭敬，而且视死如视生，视亡如视存，所以文王不忠于为人君，而忠于为人子。这个话很有深意啊！他之所以能成为圣王，就是他时时记住啊为人子的本分，时时不忘他父亲交代他的事，时时不忘父亲的志向。所以独有此前人之心事，耿耿胸臆兼耳。就像我们前面讲到，史记这么伟大的一本史册，司马迁先生遇到被宫刑这么大的人生耻辱，他都没有寻短见的。古代说士可杀不可辱啊，他都能忍辱负重，成就这一本巨作，就是不忘父亲给他的交代呀。所以最后这里总结呀，彼丹朱之起名，岂无其才？丹朱难道没有才干吗？然一个傲字啊，以截断天下命根，他就自己不能明明德，更不能去清明，他就不能做天子啊。好，这是有一段精辟的分析。所以这个孝悌啊，确实是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。接着又提到圣人谈孝，皆不是小可之事，不是小事情，非常非常重视。甚至于孔子提到六经呢，最后落实在哪？落实在孝经呢。在《礼记》云：“小孝用力，忠孝用老，大孝不愧。”夫子说：“顺之大孝，便说德为圣人。”《庄严》里面讲：“顺其大孝也与？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”那尊为天子啊，那就受命啊，这承受上天呢所交付的使命啊。交付什么使命呢？那这一段也是啊，让我们贯通《大学》啊《中庸》所谈的道理啊。大学之道，为了什么？在明明德，在亲民。
那清明是做什么？是让人民、让众生也能明明德，也能恢复真性呢、啊，恢复那个人之初性本善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分明是玩天之所生。其实这个玩天之所生，就是恢复他自己的明明德。天之所生，其实就是天命之谓性呢，就是明德啊。这个本性就是明德，明明德就是给他恢复。那这些圣王是恢复了明德了，接着呢，以天事清，这是清明啊。那是帮助父母也恢复明德，帮助众生也恢复明德，就像舜王也帮助了自己的父亲跟继母啊。好，这里讲须晓得亲是何物啊，不是一团血肉的亲。我生于亲者是何物啊，不是一团血肉的我。原是圆臀坨坨光亮亮，大家做一块的。这个大家做一块就是大家都一样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都是共一个法身呢。所以什么是我们的身啊？这个不是肉团这个身呢、啊。我们假如执着这个身是我，哇，那我们本来无量智慧德能的法身真我就恢复不了了。所以这个须晓得啊，就是你必须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。我们都认这个身是我，又为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的罪。那误认父母这个身是父母，那只是他灵魂记住的一个工具啊，你把那个身认是他了，他想吃什么，你就多给他吃。那可能又伤害很多生命，那对父母亲不一定有好处啊！哇，你很有钱，什么东西都买给父母吃，结果吃的父母身体也不好，那就不是用合乎天理的方式去照顾父母啊，不是为了。恢复他们的自信，那可能不止不能利益父母，还害了父母。所以孝顺，孝顺，顺什么？顺父母的信德啊。所以真的要晓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包含我们的父母啊，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那我们去孝顺父母，就不能再增长他的分别执着，这才是真正懂孝了。所以亲意识这个，天地万物意识这个，那不就是共同一法身吗？那父母生我一生，便要把生所有的碧罗而现之父母，方是俱顺。若只去用力用劳，
把那个初形象服饰，而一点空灵真骨血、无边宝贝，却抛下不理，可谓孝子乎？我是父母，又要将父母一枝一节、一念一动、下至剃拓、积葬，无不尽情承奉，而父母一点空灵真骨肉、无边宝贝，却抛下不理，可谓孝子乎？故才说大孝，便是顺亲养志，才是大孝啊。那这一段话，首先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是父母给我们的，我们也透过父母这个缘，我们才能得人生，借由这个人生，我们才能借假修真。所以我们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国难生，都是借由父母给我们的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。那生命父母给我们的，甚至于慧命都是父母给我们扎的基础啊。那人这种知恩报恩的心，明白这个道理就升起来了，可以为父母牺牲生命在所不辞，因为没有父母就没有我。所以为什么黄阳香可以恶虎？父母的生命比他更重要啊！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，可以为父母随时牺牲生命。所以他父亲被老虎咬住了，他马上奋不顾身去救父亲。他哪有想自己，一想自己就担心了，就不可能去救父亲了，就被老虎给吓着了。所以人这一份知恩报恩，他的根苗啊，就在知父母恩呢，感父母恩。因为尽这个奉事师长，这师道啊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。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啊。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所以我们能为父母奋不顾身，进而若无世间师长，不知礼义，若无出世师长，不解佛法，我们也可以为本师，为我们的师长奋不顾身去承担弘法的、护法的责任使命。所以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，进而知道啊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那真明白这个道理了，那就可以为一切众生去尽孝，去尽
祭仰，去恭敬奉事，甚至于佛菩萨能为众生舍头目脑髓，因为他们不分别不执着，他们是真正是天下众生都是真过去父母，真未来诸佛啊。好，那已经认清楚了这个身呢，不是真正的我，法身才是我，佛性才是我，那就不是只有用自己的体力啊，用自己的这个思考啊，来奉事父母而已了。一定要重视养父母之智慧啊，这样才能是孝啊，不能只是都孝在他的这个身体上而已啊。那这里我们就想到莲池大师说的，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啊。我们尽孝当然要尽大孝，所以为什么佛陀啊离开父母去求道，因为假如不成道，所有家人都只能再去轮回，下辈子都不认识了。善恶祸福追命所生，道路不通，会见无期。所以莲池大师也是从他至孝之心说出来的，父母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所以这个大孝的顺清养志，就是顺其灵妙之亲，顺其先天未分，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他的本性呢。你应该是去顺他的本性，去恢复父母的本性，而不是去顺他的习性啊，其古末情事中的未亲也。这不是真正的父母亲的本性呢，这是妄心呢，是沉沦在情事中的这个身心啊，那是未亲的啊。养志者，养其大功之志也，养其彻地通天包明宇物之志也。那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其躯壳形骸中者未志也。养的是他要去利益苍生的志啊，不是变成是养他执着这个身的智啊。然要顺亲养智，又需成身守身。这跟中庸里面讲的，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，不顺乎亲也呀。而这个成身守身，我们也要明白，守其明善之身呢。成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成乎身也。所以这个明善呢，是明白自己跟父母啊都有
本性呢，都有佛性呢，然后这样才是守其达德行，守其以达德行达道之身也。不然，我们竭力固养，柔言饲养，亦未生也。你守护的还是只是这个肉身而已啊，不是成就他的真身呢、法身呢、所以能认真身，使人认得真亲，认识了这个真身呢，就知道怎么去顺清啊，怎么去养志啊。所以故曰不成乎身，不顺乎亲矣。所以这个要明乎善，才能成乎身，成乎身才能顺乎亲呢。所以我们也要时时啊，尊重己灵啊，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啊。然后进一步啊，也要护念好父母的慧命啊，不然就谈不上了孝顺了。好。那真子之身与真元之身便悬隔了，故所奉诸亲者亦是不同。那因为这个就典故，就是真子要去世了，那两个儿子在身边，仆人看到所躺的那个则啊，不符合理智啊。那因为病得很重了，那真子马上就下令要换了。那两个儿子说：“父亲，你已经病这么重了，先不动吧。”那真子对两个儿子说：“你们还比不上这个仆人爱我呢，所以他是爱我以德啊，爱人以德啊，你们却是爱人以姑息啊，因为他读书人守礼啊，这个依教奉行，依照老师的教诲去做，这读书人在曾子他们觉得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啊。就像子路要死前呢，还把帽子戴正，都是不忘老师的教诲啊。所以这个曾元啊，就是曾子的两个孩子啊，就没有去孝顺曾子的真身，就是他的德行了，他的法身了。他执着的就是这个看得到的形体啊。这举了这个典故啊，后面又用舜王跟王祥啊来分析啊，又举例了。像最后一句话，盖大舜从灵明上认亲，王祥从扶郭，就是身体上去认亲呢。这是从
根源上有这样的差别。像第五行下面说，然其以所随顺者，情事之父母也。亦缘王祥之身未造愚顺地位，故所任亦执此，此即是善之不明也。所以明乎善，便完全呢，灵灵活活的。所以这个明乎善呢，我们说止于至善呢，就是自己跟父母、跟一切众生都能恢复明明德。这就是止于至善的。所以真正的至善呢，是性德啊。这明白了，他才不会执着在外相啊。而真的明白了，恢复了，他这里用活活泼泼啊，我们性德是活活泼泼的。那他这里讲啊，随在身出啊，自有寸尺啊，如小丈则瘦，大丈则走。这一些很灵活啊，要害父母要害他找不到他，父母一需要他他就出现了。那真子他当初啊也还没有通达这一点呢，后来是孔子点化他，小丈则瘦，大丈则走。所以这个我们说佛法说法无定法，完全呢视情况啊，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呢。所以206就提到服侍父母，要视父母即见呢。你看那个在劝谏的过程，见智不从，又敬不违，都很柔软，会关机呀，见不入，越复见，越就是他高兴的时候，他很能感受父母的心境，他接受程度，他不会退却，他也不会莽撞，不会强势。所以这个父母原来只有一善心，那则尽属吉祥善事，就作唯有转念，而此善心亦隐隐耀耀，未肯思莫向敬，此亦是转凶为吉之机。是父母的正从此处婉转，机未动，挑动他，机浮动，接引他，机有失，挽回他，是以心握心，事无形，听无声的功夫，故不待形事不从，当见智不从时，孝子以费尽心计矣。
唯如是，故能心与之一，而未始有为也。啊，所以如此之诚，如此而顺，便能啊，便把亲与我连属一本之真源，团团会在这里，便把天地同根、万物同体之真源，团团会在这里。这是借由《论语》啊来描述哎，一个孝子，他怎么去劝他的父母。当父母有过失的时候，能够很快察觉，然后呢，去调整，去救失，进而还长善，把他的善念能够调动起来。稍微父母不能接受，他也不会着急，也不会强势。那其实能有这样的应对，真的这念念都在父母身上。孝子心中啊只有父母，跟父母啊就是合一啊，没有分开的。那从这里再延伸到，就跟父母是一体，跟天地、跟万物是一体。有这样的心境，那就不担心自己不能恢复佛性了，也不担心众生百姓不能劝化，而遇到事啊，都能够通权达变的，来侍奉父母，来照顾众生。所以后面这里提到的舜王是如此啊，武王、周公也是一样啊。好，那舜他承担上天的使命，也成就自己的美德，以天性来侍奉父母亲，所以这个都是彰显这些圣人，他们都是懂得顺亲养志，诚身明善，也懂得怎么去劝导父母。而这里提醒呢，就是王祥的孝啊，207页，王祥之孝不免四个十法，会不免不思不免，他的孝是不思考不勉强，他就是尽力去孝，但是还没达到不勉而众，不思而得。德与忠，这个不勉而众，不思而得，是什么呢？是何物？是那天然活泼的，超无形之规矩，能尽天下之方圆。古云，规矩方圆之次也，圣人人伦之次也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这个就是他自信其用啊，活活泼泼啊，从心所欲啊，
不逾矩了。但是，假如还没达到这个样子，那也是要像王祥这样，要尽力去孝亲啊。但当然也要往真正能够顺父母性德去孝顺。而且这里呢也提到倒数第四行下面，当思亲所与我是何物，原不是目视耳听的空独篓，就是不是这个骷髅身而已啊，不是酒囊饭袋的臭东西，何甘僵持底色糊涂过了日子，且以此奉其亲也。就是我们真正明白我们跟父母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都有明明德，那我们还不好好的在恢复父母的明德上下功夫，还只是只有侍奉这个身体呀，那就太遗憾了，那就真的是误了自己，误了双亲了。那想到这里呀，一月月初啊，浑身作汗，便不肯把天下第一等饶与别人做，自家做得一分，便是孝悌尽得一分。真想明白了，死生是大，这一生到底要成就什么？是要跳出轮回啊，那这是天下第一等有意义的事啊，怎么可以给别人做？其实这第一等事就是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而这个清明应该首先是孝敬父母，帮助父母恢复自信。那能做到完完全全修德备福，则舜武为君之孝，周公为相之孝，孔子树王之孝，莫不殊途同归。缘分不同啊，有些是为君，有些是为相，哪怕是孔子，他并没有这么高的官位，可是他们的孝都是很圆满，都是达到明德清明，止于至善的，殊途同归啊！所以佛菩萨是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都能做佛菩萨。好，那这个后面这一段也是祈勉我们，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，都能行大学之道，行菩萨道。最后啊，能够自觉觉他都圆满了，那就归到
重生极乐国，一切皆成佛上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这个又提出来，人为什么会不孝？那等于是提醒了要敬于未发，不要误了自己，不要误了子弟的本性啊。那就太糟蹋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途难生了。那209页是小不孝怎么养成的呢？一月娇宠，把它宠坏了。二月习惯，从小跟父母的互动错误了，养成习惯了，出言出行的。第三呢，乐众，就是喜欢玩乐，玩物就丧志，天性就受到这些物欲影响，喜欢找人玩耍，出去吃喝玩乐都不关心父母了。那当然我们也不是从小学呀，这一些都值得我们反省了。像大家很可贵啊，今年春节回去，大家都是以行孝为第一啊，就没有是以找朋友去玩呢，来把时间都花掉啊。第四呢，忘恩记怨，这个我们不能犯了。你看他底下讲，恩喜久欲忘，怨喜久欲积，人情然也。但是这个人情呢，是指没有圣贤教化的人情是容易这样的。接受圣贤教化，他就知道人生的意义是明明的清明，就不会掉入忘恩记怨的。但社会风气现在真的是这样哦。比方说对这个媳妇很好，但是媳妇没有记这些恩呢。有一件事不顺这个媳妇的意了，比方说她生了孩子不帮她带，所有对她的好都不记了，就记那个不帮我带孩子。其实啊，这造很大的业。为什么？生了孩子教育好她也是自己的责任呢，怎么变成一定是要公公婆婆帮忙带啊？那以前生了5个7个孩子，也从来没有说让爷爷奶奶带啊。所以以前的人很认本分的，现在的人把本分都推给别人了，这不是很妥当啊。所以这些叙述啊，大家可以再去看，对自己会有提醒，也有缘呢，也可以跟有缘的人互相提醒。212页，大不孝。一呢，失财，就是贪财啊。
会跟父母计较，二月恋妻子，心里只放呢太太跟孩子，就不懂得孝了。三月嫖荡，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性啊，放荡啊。四曰争妒，就是嫉妒啊，争宠啊，这个都大不孝。好，我们学的这些理论呢，我们来看啊，当然这个论里面也很多事例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祖先圣贤，我们以他们为榜样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大孝于天下。236页提到了这个杨府的例子啊，他想修道啊，然后要进到四川去参访无忌大师。这个路上呢，遇到一个老僧，就问他去哪，他说我去访无忌大师。这个老僧说，那你不如去见佛啊。问那在哪里呢？这个老僧就告诉他，你就回去，你回去之后会见到一个道川木喜啊，然后呢披着哪个颜色衣的就是了。那古代读书人也都很朴实啊，见到这个老的出家人讲的话他也不怀疑啊，然后就回去，结果半夜叩门了，母亲思念他呢，赶紧出来，鞋都穿反了，就如那个出家人看到的情状啊，他突然感悟啊，之后就竭力孝亲，而且著孝经数万言。那个墨汁啊，快干的时候呢，都会自己再跑出水来。水乎盈尺，大家都觉得是孝感动天呢。那弥勒佛曰，堂上有佛二尊，恼恨世人不是，不用精彩妆成，非是旃檀雕刻，即今现在双亲，就是释迦弥勒。若能沉静得他，何用别求功德？在佛经里，佛也教导我们，视若无亲，善视父母，视父母即是视佛。佛不在世了，善视父母就跟视佛啊一样的功德啊。所以堂上确实有佛二尊呢。所以孝是最大的功德啊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啊，可以孝顺父母的人生岁月。那当然，诸位同学现在在这里，也是养父母之志啊，父母的志向啊，每一次
通孝亲电话，也要能效法刚刚讲的这些圣贤君子养父母的慧命。那当然你得要健康啊，学习好啊，父母不操心你，这个很重要。身有伤贻亲忧，德有伤贻亲羞，都不能犯。现在人假如都不明孝悌呀，不只修不到这个最大的功德，那不知道折多少福报啊！啊，你看不爱惜身体，乱熬夜，啊，玩乐纵欲，男女关系呀、啊，又乱来，造的都是地狱业、啊。你说那父母在家能安心吗？所以所学的经教，我们当下都能落实，都能受用，没有说哪一句现在落实不了，不可能。佛法是圆融的。238页这个催眠，唐朝一个孝子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把这个孝道讲。其实这个有悌呀、啊，根源也在孝道啊。兄道友，弟道恭啊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啊，所有的善行不离孝。有自信啊，他等于是这个孝悌啊，已经跟他是融合为一啊，时时都是以真信在对待人啊，对待家人，对待他人。他的母亲失明，他倾家荡产去求医啊，然后不脱冠带而奉，就是衣冠不脱啊，去侍奉母亲，就随时母亲有什么，就赶紧可以去照顾处理。30年，哇，不简单，侍奉他失明的母亲30年啊，然后每次遇到良辰美景，一定搀扶母亲出来啊，跟家里人相聚啊，让母亲能含饴弄孙呢，让母亲忘了人生的苦。母亲去世了，他呢悔行吐血，如数终身。这个都是出自于自孝的行为，等于是母亲去世了，他那种悲痛啊，不能遏制的，说如数终身。爱兄姐基于母，他爱他的哥哥姐姐，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这长兄如父，长姐如母啊。然后慈生子生于子，他爱护他的侄子外甥，超过自己的孩子。好，那当然
他的孩子会感受到他那个心呢，都把外甥侄子都看作父母留下来的血脉呀，应该是感动他的孩子。那当然不是说对孩子不好，那这个就偏掉了，因为毕竟孩子时时都在自己身边呢，他随时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护啊。可是又不是每一天跟着外甥侄子在一起，那当然面对他们的时候更有机会表达这一份慈爱呀，表达这一份对父母孝心呢，那所得的俸禄啊都会分给这些亲人。丰目既悲啊，无有展我孝。你看他的心境，父母已经不在了，我这份孝思怎么去抒发，怎么去表达呢？那怎么去把这个孝能够抒发开来呢？这一句啊，时时想着我的父母最挂念的是谁呀？我去好好照顾他们呢，宽慰父母在天之灵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唯此四五人呢、啊，皆后代之，数九泉未安也呀、啊。”这样才能有一些宽慰父母啊，在九泉之下。那后官至中书侍郎，我那个则当到副部长啊。那他的孩子右辅当到贤相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。所以唉感叹呢、啊、吹功真孝之也，身敬其欢，使养其志，是有身居富贵，世间有处在富贵地位的人呢，而待同胞若路人，视自己的兄弟姐妹像路人，伯母舅如贤客，把舅舅啊就当作很平常的客人。假如看到啊崔公的孝行啊，能无汗颜感化否啊？会不会能升起啊惭愧啊之心啊，进而改正自己去效法崔公呢？好，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